雪人，雪人，你在哪儿？秋天来了，天空真晴朗。巴特住到了乡下的奶奶家。今天，他和小老鼠皮皮要到树林里去捡栗子。厚厚的落叶在他们脚下沙拉沙拉地响，沙拉沙拉，沙拉沙拉，沙拉沙拉。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，小鸟叽叽喳喳地唱着歌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巴特也唱起歌来，我们走在树林里，幸好大灰狼不在家，如果大灰狼跳出来，一定把我们都吃掉。我不喜欢这首歌，大灰狼太吓人了，皮皮说。那我们把大灰狼换成大狗熊或是大熊猫吧，巴特提议。他真的太想唱这支歌了。要不换成喜马拉雅山上的雪人也行，皮皮你说呢？巴特和皮皮一起大声唱起来，我们走在树林里，幸好雪人不在家，如果雪人跳出来，一定把我们都吃掉。既然雪人还没来，谁能把我们怎么样？雪人，雪人，你在哪？我在这儿。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穿裤子。在泥泞的小路上，有一串刚刚被踩出来的大脚印。这是谁的脚印呢？巴特想。在巴特研究大脚印的时候，皮皮已经跑到前面去了。啊，原来是奶奶的大狗巧克力。巴特松了一口气，碰上巧克力，皮皮可高兴不起来。和我们一起来吧，巧克力，巴特说。你可以帮我们捡小树杈，然后一起烤栗子吃。巧克力颜色的大狗马上叼起了一根长长的树枝。谢谢你，巴特边说边拍了拍巧克力毛茸茸的大脑袋。巴特拿起长长的树枝，先揪掉上面的小树杈，咔嚓，然后踩断大树枝，啪，最后把地上的小树杈捡到篮子里。我们走吧，巴特说。我们走在树林里，幸好雪人不在家，如果雪人跳出来，一定把我们都吃掉。既然雪人还没来，谁能把我们怎么样？雪人，雪人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你听见了吗？听见啦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穿袜子。突然，巴特看到远处的一棵大树，树上满是绿色、黄色和红色的叶子，还结着圆圆的带刺的绿色果实。栗子树，我看见一棵栗子树，巴特高兴地喊起来。这时，巧克力发现了地上一串浅浅的脚印，两只大，两只小，中间还有一条长尾巴划出的痕迹。是谁留下的呢？巴特想。刷刷刷，不远处，两只竖起的小耳朵在一个洞口蹭啊蹭。一个小东西从洞里钻出来，抬起前爪，东闻闻，西看看。原来是只小田鼠，巴特轻声说。他在奶奶的菜园子里看到过。巧克力把湿湿的大鼻子凑到小田鼠面前。咻咻，仔细地嗅了两下，吱！小田鼠吓得赶紧躲回洞里，一转眼就消失了。
我们去摘栗子吧。巴特说，我们走在树林里，幸好雪人不在家，如果雪人跳出来，一定把我们都吃掉。既然雪人还没来，谁能把我们怎么样？雪人，雪人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穿大衣。巴特、皮皮和巧克力快步走在下山的小路上，忽然山谷里传来一阵沉重的声音，而且越往山下走，声音就越大。叮铃叮铃叮铃，这到底是什么声音？哞！原来是在山上吃草的牛群，它们吃草的时候，脖子上的铜铃就会发出叮咚的响声。我们走在树林里，幸好雪人不在家，如果雪人跳出来，一定把我们都吃掉。既然雪人还没来，雪人，雪人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戴帽子。巴特拿起皮皮的帽子戴在巧克力的头上，突然巧克力停在了一片灌木丛旁。咩咩，你好小绵羊，你怎么自己在这里？巴特问。别担心，你的妈妈应该就在附近，我们帮你找妈妈。巴特轻轻抱起小绵羊。哎呀，你还挺沉，真是个小胖墩。瞧，绵羊妈妈在叫你呢。咩咩咩。我们走在树林里，幸好雪人不在家，如果雪人跳出来，一定把我们都吃掉。既然雪人还没来，雪人，雪人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你在做什么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皮皮在小路上发现了几个巨大无比的脚印，他的小脚丫和大脚印比起来，简直是太小太小了。我在戴围巾，我来了，救命！巴特、皮皮和巧克力赶紧往家跑。突然间，乌云密布，遮住了天空，一道闪电划过天边，咔嚓，雷声大作，轰隆隆，狂风四起，呜呜呜。大家一路飞奔，四周的树叶被风吹得漫天飞舞，哗哗哗，接着雨点也大滴大滴地落在他们身上，啪嗒啪嗒啪嗒。快快快点跑回家，快快快点打开门，快快快点跑进屋，快快快点关上门。蹦蹦蹦，所有的人还有巴特的奶奶，大家一起用力关上了大门。快快快点问一问，雪人，雪人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给你们送几个大栗子，雪人回答。噼啪嘶，让我们把栗子在壁炉里烤一烤。皮皮，耐心点，要等栗子凉了才能剥皮吃。雪人呢，不要急，要等帽子、袜子、裤子、围巾，还有大衣都干了，才能和大灰狼、大狗熊、大熊猫、
一起回到树林里。幸好巴特、皮皮和巧克力也都不在家。